在挂机啊，他是想骗我，明智的选择。然后玩莫拉就是这样子，清兵就走。但是他们兰铎失误咯，让他们中路直接爆两塔，然后莫拉去追潘音的，他们下塔也要掉了，赚三塔、欸。咖喱娜妈，我的莫拉！咖喱娜妈，我的莫拉！我的莫拉！赛季最难造啊！还有我要玩大梅小青，其实小青打莫拉也不好打，就是勉强能打而已。带清醒，他怕被我推啊！我推到他，他开清醒，他还是可以跑掉。莫拉现在真的是有点强。欸，他核心进化的、欸、他没有用那个、欸、没有用我731还敢选莫拉。敌人消失，他怎么在挂机啊？他是想骗我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只是想皮一下而已。阿呼！想偷点我啊？莫拉好像在爆聘呢、欸。嗯，那边吃凯，那他去哪？哦，他想抢。还是没吃，过来了。嗯，没回声，哭啊！我在蹲到后面。入到蓝了，入到蓝了。哈哈，在干嘛、啊？不送啊！哇，怎么蓝头去上路也撞到头？莫莫拉蛮乖的，他没跟我打架，他不想跟我打架，知道前期打不赢我。蓝头在上，洗线喽。这波不能洗了，这波洗了会出事。明智的选择，清兵就走。然后玩莫拉就是这样子，清兵就走。但是他们兰铎失误咯，他们兰铎没有去守中路，让他们中路直接爆两塔推烂，然后莫拉去追潘音的，他们下塔也要掉了，赚三塔、欸，赚三塔很赚哎、欸。难度应该要贪这个小野吧？来了，不行，旁边都没视野。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没有，他躲在很后面，他那个一定会躲很后面，很后面。我方魔龙弩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招还在冷却中，凯撒被击败，功夫练到家，魔王也奏花。还是我的蓝都一直没有蓝，好惨！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啊！他这边还在等 CD 啊，所以我就直接往前清兵了、啊，然后他就刷一套。
这个也是我的，这个也是我的，你的蓝区都是我的，钱都是我的。哦，他这波在 CD 哦，啊，来不及，兵线出来了。不痛不痛。嗯，他没皮耶，我以为他会皮耶。太亚飞我就不好打了。那蓝区是要控住蓝朵的野区。后面后面死去。哦，找到影子了。下课。蓝多被我控野区控到飞不起来，再去控到蓝区。哇，没东西可以吸。对不起，我的错。太冲了，我推冲了。这边要出一个仙灵吊坠，因为图伦有点痛，等一下要进去牺牲一波啦。我等一下应该会一技能进去，然后加凝霜，然后之后再瞬移推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，这样应该可以骗到蛮多招的。一技能，然后突然给他开一个凝霜，他会吓一跳。这草丛不要走，危险。可以走了，这边四颗头，这边一颗头，所以这里面安全。先卡点，莫拉要刷。哦，踩起来，可惜，大装备都不好了，不能打。也是靠着一双手打出的展示家业开始撤退。Enemy double kill。嘿呀！大招已经准备就绪，大招还在冷却中。下了一波水饺，要拿物件的举人不能打，我打不赢亥牙的。啊，亥牙死了，白目了。战神小青，回血回血，我要回血，咖喱他妈，不要再输了，我回血啊！瞬移还在冷却中，一人吃饱正在请求支援，凯啊！重力凯撒，要一波了是不是？掌声在哪里？哇，我的双排队友凯瑞啊！进攻敌方基地，这个配音跟鬼一样，我想说要吃凯，他直接给我掌声在哪里？翻译是真的很有料啊！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弄死那个莫拉。